我叫 Mayram， 我老公叫洛克曼，我有两个调皮的女儿。一个是刚到五岁半的瑞拉，另一个是刚到三岁半的洛特亚。我们这两个丫头自从上了幼儿园一回到家以后，说了老师说了那个，老师说了这个。这样子嘛挺好的，我和孩子他爸开了个刺绣厂，平常太忙了，还好有他们的老师，我们放心多了。出生的时候嘛有各种各样的疫苗，到现在上学也不收钱，要是去医院了会报销一大半呢。昨天他们老师给我拍了一段视频，瑞拉学跳舞的视频。小朋友是你吗？这个不能洗，可以把那个眼睛来洗洗。